我跟你说哦，这罐棉片我用了14天，痘痘真的减少很多耶。所有问题都 say 拜拜。这是我之前的肤况，皮肤真的超差的。我使用了这个棉片，擦一擦，敷一敷，痘痘就减少了耶。你们看，这是我用了10天的样子，我的痘痘是不是很少很多啊？你看，这是我用了2周后的样子，我的痘痘变少以外，肤况也越好喽。